我哋水警一向致力提升海上行动和救援能力，我哋希望透过水上电单车冇外露螺旋桨的特性，可以帮我哋更快速和轻易咁进入浅水区、海滩或者挤拥的船只系泊区进行一些搜救的任务，亦都可以在泳客、独木舟和直立板附近灵活和安全咁移动嘅。